我觉得两岸都应该去避战，然后呢去谋和，避免战争的发生，并且去盐商联合来避免这个战争，因为一旦战争发生，没有其他任何事情可以。 身为一个中国人，不管在海峡哪一边，都应该自立自强。对于来自外面的侵略，要勇敢地抵抗。